苦苦的追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人，坚定的爱，到底喜没喜欢过，哪怕是一瞬间。蜜茶爱情也动人，就在新推荐。大家好，推新剧建立作邓莎的新推荐又要起航了，虚情假意还是情真意切，想要看千回百转的爱情故事吗？追看蜜茶吧。作为医生，我要尽职尽责地告诉你，按时吃药，以免丢掉性命。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他脑子里有子弹，因为他曾经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被人在后面开了一枪，导致于昏迷很久，然后不能再执行任务，因为他不能够有紧张，不能够有一些剧烈的一些情绪，就很有可能会突然一下就死亡这样子的。处长，处长，你没事吧？处长，送我去医院。所以我对他也特别的好奇，居然脑袋里藏了一颗子弹，还要来完成任务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身份又是大小姐，所以他肯定就是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很含蓄，就会比较开放。对武忠明呢，他是这一见钟情，既然一见钟情了，为什么不表达？很虐的，就是蒋宝珍为了武忠明帮他挡了个枪子而受伤，武忠明觉得我身份有问题，他还踹了我一脚。你说我冤不冤？就是我一次一次的救他，他一次一次的把我当敌人。你不会以为我还在试探你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你很清楚。他的苦衷，一个是他的任务跟信仰，因为他是共产党嘛，他觉得我的身份是中统那边的，因为我的叔叔是高官，所以他不明确我的身份是什么，即便我没有身份，他觉得他是完成他的任务。还有就是他的脑袋里面有那个子弹，他觉得他自己是活不长的，所以他给不了我幸福，所以他不会接受我。你不要对我有任何期望，我也不会给你任何承诺。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但是呢，我又一次一次的去开发他，然后我还包括我会一次一次的救他，虽然他又对我一次一次的怀疑，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同道中人，所以要跟我撇清关系。我喜欢你，我要娶你。互相虐，就是因为蒋宝珍特别的主动，然后他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近武忠明。武忠明呢，也是从很多事情当中慢慢慢慢的发现自己可能有喜欢蒋宝珍，但他是一个不愿意透露自己感情的这种人。你怎么了？你不爱我了吗？爱，但不是现在。我和武忠明之间是来来回回有很多次误会，就是感觉这两个人快要走到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让两个人又分开。哎，探戈你走正步就行，只要别踩我的脚。跳探戈的戏其实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，因为我不会跳舞，练了很久，俊凯都不需要练的，他以前是舞蹈专业的。如何在迷雾缭绕、危机重重的情况下艰难地完成任务？还请继续支持蜜茶，新推荐，我们下次见。